云林西螺有一位刚买新车的民众，不晓得什么原因，汽车中控锁呢，只要一到住家的附近就会失灵，而离开就恢复正常。厂商检测了好多次也找不出原因，后来才发现，原来中控锁的无线语音观光导览系统惹的祸。按下车子中控锁遥控器，车门马上开启。不过车主说这是现在，之前可不是这样，中控锁一直秀逗，他向车厂反映车子还送进检验全都没问题，花了半个月好不容易找出原因，原来是受西螺中控锁无线语音导览系统的影响。几个特定的型号，因为这有两个频道是汽车内容而已，他刚好站到一个频道，中控锁被无线电波干扰， NCC 也到场检测，结果发射频率几乎一模一样，问题出在导览系统没有通过 NCC 认证，干扰他的车子遥控的哈，那我们是始料未及啊，不过我们现在的承包厂商正在积极在处理当中。游客拿着观光导览设备，只要靠近或是按下墙上号码，就会有语音介绍，方法简单相当便民，不过却因为一时疏忽反而扰民。民视新闻郑小青与你报道。